车友们全副武装将宝贝自行车牵上火车，准备来一趟铁路结合铁马的双铁之旅。很方便的携带您自己的车辆，然后上你的就是火车上面。那一般以前来讲，可能就是说我们车子可能都要到在当地租借这样子。单车旅游来讲，大概骑了10多年吧，但是以前没有这样子的列车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自己开车去前往。旅行业者携手台铁打造专列举光号车厢，五节人车同行车厢总共有75个自行车架。另外随团也有保姆车技师进行安全维护。单车补给品也在升级，让你骑累了就能品尝现煎牛排以及金针花气泡水。一件下单就能来场轻松的单车探索之旅。16条观光路线是观光局他们所规划的。 花了20几亿哦，3.5之后做一个整理啊，让它能够来适合载运。两铁旅游列车将在10月21号起航，首播锁定花东3天2夜。单车团每人17000元起，若想轻松骑，也能选择电扶车团。供给长辈选择，只需要16500元。天马环岛也能轻松挑战，拥有多元单车路线，7天每人要价37800元起。其实我们接触到最多的是企业。 那也有很多是EMBA的，各大学的EMBA都有单车社，那单车社群、运动社群、路跑社群，那都来跟我们接洽，非常希望。 透过两铁列车来改变过去他们骑单车的模式。随着下半年有望大开国门，能借由两铁列车把台湾之美推广到国际，让国内外游客体验全面升级。镜新闻刘佩婷、黄冠伟采访报道。